不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好奇你是谁，叫赛卡。赛卡是一名始祖，拥有强大的力量，从社交经费随时欲从欲从，做第一世界主动。赛卡被看作一个头衔或职称，历史上有很多领土都使用这种名称，有男有女，他们都是能掌握时间的时光术士。第一世界的时间流是非常非常不同寻常，但赛卡似乎可以操控自如，就连千真万确的过去到未来。不是也有一些人叫做我众者，我们属于始祖第一世界的妖精之神，我们真的融合了所谓时间混沌转身。剑堂那位对吗？我们的形态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出现了很多赛卡，以后还有更多钱。我们决定穿梭时空，而不是经历生老病死，证明在我们能得到永生。这样活得太有趣了。始祖想要终身得到什么？终身想要得到什么？孩子，快捷、屈从的能力，尽可能没有脑力的问题，在这点你们谁都只需通常。但我希望你们能证明我错。理论上知道你们这样不相信我，保持这样对大家的。我们还不知道吗？当然会去哦，有什么理由不听？毕竟我遇见了未来所有生命轨迹。这两位是谁？青女巫和女虫人都是尼克萨的首席顾问。女青女巫是水红女神的女祭司，心血来潮就会破坏植物。鲁索隆是一个人类巫师，有目的女虫组成的躯体追求永生，他们是尼克萨最强大的同盟，毫无疑问，他们彼此战胜。哦，尼克萨人交不到真正的朋友，但他会重视自己的同盟。叫什么来着？攻击，这是你要我找的东西。That's what I do。还有人物哦，无尽枯豪之身，我们要找齐王冠的碎片。遇到两个尼克萨的手下，一个叫做鲁陀，叫做鲁虫人，然后他们开打了，然后我们要去找吃炸成三块的王冠，然后他说只要找回，我们就他会教帮我们击败他们 ，OK， 然后我中了木芒术。Godspeed。 帮我解一下攻击，这是你要我们找的东西。不然发现You can count on me. Ba, air, riti.
Let us try his water provoked. 我完了，他们隐形。唱歌。Strike as one. Do not hold back. Without a doubt, gather our strength. 休息一下好了，休息。Yes, I'm still here. 然后解决一下木盲书。木盲书。勇士祝福。唤醒死灵。重伤术。群体性。哦，这个好啊。高等解除魔法。是法术抗力，得到十万小哇，这个好像不错哦。木芒术是用真言术，真言不是木芒。Ready and willing. Esme, Axel, yes, Esme, Axel, yes. Godspeed.这也不是一座城市吗？刀锋之城。哎呀，又有巨根。这个巨根。哇。Let us press on.你在干嘛？看
什么？你谁付？等一下，我不在乎。是哦。有一个那个卡上面，你想偷走我容量吗？做梦！就能成为。I need inspiration. This is for you. 哇，我打赢这巨根吗 ？Serves you right. You deserve it. I have to. Hey.他是不是会用？反正巨根也不怎么样嘛。We shall overcome. Repent.对他，哇！我靠，这么强！我克服这么强！早点，早点出动！如果没了，我招真的。他们移动，所有的巨根都打掉了。啊，这里有一个卡在里面。I will guide us。哎，我们拿了小皇冠了，太好了，我们拿到第一个了。身上有宝，我怎么都觉得烂烂的，身上怎么都是些烂装啊？I was successful in my search. 有巨根呢 ？You can run. My leader charged forwards. Hey, wait for me. 零碎的还有十一滴，巨根就倒了。哎，还有第二根，好多根哦。
nowhere to run.跟你没有想象中的强大。Let us fight as one。我们遇到巨人，惊涛四处。赫伯，说赫伯没血了。赫伯一直倒地。Godspeed. I wrote it like I saw it. Yes, Axel. Yes. 可以，可是我不知道赫伯几滴。Forwards.哟，这是什么？ Do stand with me。管你怎么聚不聚的。他有毒，还好我对那个毒性。Without a doubt. Let us press on. Yo, 龙神。喂，你快来帮我！这是一个萨林，朵塔塔。是谁？我叫萨林。等一下，你怎么就讲一句而已啊？那他是不是很强？哎，他16级而已，我想不怎么强。Your life is low. 五级。然后我射中他吗？我没射中他吗？我操，这怎么回事？谁？他躺了，怎么这么废啊？ Godspeed. 说好的神龙 ，OK。谢谢你帮了我，如果赛卡没有派你来，那我就倒大霉了。当然，如果赛卡当初没有给我这个该死的碎片，我压根不用跟这个巨星战斗。据说是法拉斯马的夫人，我欠赛卡一个人情，所以我答应帮忙找到第一王冠。王冠的数量有点超出预期，不过也在情理之中。赛卡像被诅咒的死亡女子一样诡计多端。我真棒，我听说过你。我有精妙绝伦的故事可以写的，我觉得我得这样写，证明帮助过我们对抗穷凶极恶的猛兽的神秘黑袍男子是谁？哦，你刚刚走的。以前我在莱哈布追捕祭司，你知道那个无神论国家吗？我们纯粹集团军的官员先后做出了终决定，最终与坟墓女士定下契约，成为她的仆人。这么说嘛，咱们都不容易。
是加伦德大陆西北的一个国家，就是数十世纪在沃西斯国洛果国和沙姆西国爆发时第二次战后，这里曾经禁止所有宗教活动，并且不容易活动。作为传统仪式的仆人，我不得不经常进入其他帐篷。我曾经被一个神明注意过。你怎么认识卡的？始祖帮我在约书亚找了份活，说来话长。约书亚于内海的南端，距离古老的欧西里昂和无信的杜莱哈杜之间，几乎所有人都靠出口一种商品为生。是祭司吗？不，另一个是什么？这是上古冥王莱索利尔的王冠，他曾统治第一王国。名额下已经被毁灭，但这不只是他的王冠，他的领土在上面。贝克不是王冠的主人，王冠被毁后，他也困在里面，无法现身。不过这也难怪名额下这么选择到不像王冠，也或许赛塔也选择到他，人是一样。你和战斗。抱歉，无论罪孽真正存在为什么，我独自工作。给我王冠碎片。你雨中的不是吗？好吧，我去把王冠拿来，我还没拿到手。这该死的蛇龙就把它吞下去。我告诉赛塔我会追踪，但我不会为了这个跟你战斗，更别说来保护我的胡子哦。如果你是赛塔派来，我怎么说消息？好吧。他走了，他会不会腐烂我？第一次变小，哎呦，我拿到第二顶了，我还有一顶，还有一顶我们就完成任务了。Forward。哎，鬼魂头哎！我不是有侦察释放引擎吗 ？Do not falter。哦，好多哦。手为什么那么猛？超级猛的、Godspeed. OK， 我们被虐好多次。
所以我们离开心理干。我们继续寻找同伴任务，这个与他母亲。你离开刀锋村，这太恐怖了，他们打不赢啊。曹雪也是有不猛那种。找不到同伴任务啊！ Time to search for the spot to rest。逛街逛来逛去的，还是有点傻。舞蹈吗？睡一觉，一直睡。华丽的废墟，这是什么？这是府邸哦，感觉好像在这里哦。我把这个看一下。是这个华丽的废墟。这里真的是废墟啊！ Well, sorry, was lost in thought. I stand ready. Ready and willing. Wrote it like I saw it. Patience. Ona Adayana. Ona Adayana. You can count on me. Thea, Ormos. Esmo, Axe, Yas.Near. Let us not hesitate. Inimosi Travisi, Inimosi Travisi, Aborone, Aborone Sentes, Aborone Sentes. Esmo, Axe, yes, Esmo, Axe, yes. Okay, 我们把书都放完了，存个档。那我们就可以，哎呦，就是打个小魔像而已，根本就不需要画那么多法术嘛，真是。
打过了。哎呦，怎么倒了？我靠！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这是……哦？还被他变成哇塞，这是什么东西？28级啊，看法术抵抗吗？ What's the hold up? Our time has come. I'm sorry, was lost in thought. Ona Adayana. Ona Adayana.Adventures call to them. I won't let you down. What troubles you? I will protect. I'm not afraid. 好的，我就不相信你真还是这么猛。再来啊！ Repent. Do not hold back.肯定失败。Hey, can someone help me? 看啊！他免疫啊，他使用一个能力，就跟之前那个一样，然后我抵抗他20加难度22，然后我20加12，美好，然后戒指摆脱困境，爆发。OK， 拿了一个陨石碎片，然后这里就这样而已。命运撕裂者。艾坤被变成一只狗，艾坤被变狗多了多久？永久。
可以用这个吗？命运撕裂。